彰化县芳苑工业区厂商协进会26号伫芳苑工业区服务中心举办关怀活动。虽然落着蒙蒙雨，同款无减到民众的热情，大家来到现场，比抢关怀。在我们彰化西南角，我们芳苑工业区，我们陈国仁理事长以及我们厂区我们的主任，我们郑主任能够办这一次的热血捐血啊！我们特别是在7月份血荒季，在我们偏远地区能够号召工业区的附近的4个乡镇的乡民以及我们厂区里面的员工来热血捐血。我们这一次，我们彰化县政府，包括公测会以及我们公益频道，响应这一次的捐热血活动。芳苑工业区是伫个彰化西南角，虽然是较偏僻，但是员工的爱心无减，热情踊跃关怀。彰化县工业频道基金会甲县内在建的厂商以及彰化县工商投资发展促进会共同联合赞助，协助解决欠费的问题，活动相当的成功。希望借由今天这个关怀生命，然后回馈社会公益的一个仁爱的精神，来抛砖引玉，能够呼吁更多的人、更多的团体，来参与这个捐血，来解除我们现在血库的血荒。工业区厂协会长久以来对于社会的地方公益一直以来不遗余力的在支持，这一次的活动也承蒙很多我们的区内厂商跟一些先进们的支持与赞助，我们有很多厂商赞助我们一些精美的礼品。这一次的活动，现在我们看到这么多人的参与，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能够协助地方办这些活动。芳苑工业区服务中心协助厂商用地处置、培训专业的人才，解决用水用电的问题。本着回归地方的心，甲厂商协进会联合办理关怀活动，忙带头呼吁大家做伙来协助解决休热期间欠费问题。工业频道赖清良、洪远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